啊，来这个主角，主角杨四郎怎么样？我来杨四郎。对，杨四郎跟杨九郎什么关系？杨九郎蹭人热度。啊，行行行，对对啊，您主要后边有一个叫小帆的嘎调。哎呦，这是最精彩的地方，叫小帆嘎调，您唱啊。行，您就看我嘎不嘎吧，好、好不好？啊，咱就是传说中的雷迪嘎嘎。干嘛传说中的呀？哎，雷迪嘎嘎就是我。您是杨四郎，我杨四郎，你来谁呀？哦，铁镜公主啊。你来铁镜公主。对，那行，那我来孙悟空。好，回头我找你借扇子去。我来这个，您先，扫不扫？怎么还有孙悟空？你先歇会儿。怎么还有孙悟空啊？你不来铁扇公主吗？谁铁扇公主啊？我爷们儿牛魔王是怎么着啊？行，这不是，你来谁？铁镜公主，北国的公主。那成，一会儿我找你借镜子去。行，扫。那你先等着，咱们老有那猴啊，不是《西游记》四郎探母吗？不是，对，四郎探母不是《西游记》，四郎探母杨家将。那你老弄个公主干什么呀？我是铁镜公主。哦，铁镜公主。对，我来谁来着？杨四郎啊。哦，杨四郎，杨九郎他弟弟，杨九郎他哥杨四郎。好、哦，行，记住了，杨四郎。记住了。杨四郎，我来杨。啊，对，我来杨四郎哈。行，嗯，您是刚睡醒吗？你是？啊，你来谁来着？铁镜公主啊。哦，你铁镜公主，铁镜公主啊，对，不是铁扇公主，铁镜公主，照镜子那镜，铁镜公主。好啊，记住。我来谁来着？牛魔王不是，我什么牛魔王啊？我来，给我绕到糊涂了。我来杨九郎，杨四郎。哦，我来杨四郎。哎，杨四郎。咱们开始吗？来开始吧。帮我把这个桌子往后搭。搭桌子干什么呀？哎，分出前后台来。这怎么分的？重新布置一下啊。桌子前头为前台啊，桌子后边那是后台啊。您那是上场门，我这边是下场门。哦，好不好？再问问那哪是前台？啊，这是前台。啊，这是前台啊。对对对，那这是哪儿啊？这是下场门啊。这是下场。对，那这儿呢？上场门啊。啊，上场门。这是哪儿啊？这是前台。哦，这是前台啊。还少。那这儿呢？这是前台。哦，这是前。那这是哪儿啊？前台。哦，那这是哪儿啊？您下回出门带个导航吧。不是，我怕走丢了吗？屁大点地儿你能走丢？我就怕迷在屁里嘛。要么说您是大使呢。好，还少两把椅子。你去、啊、我去拿。我杨四郎嘛，我捯饬、啊、好不好？你还化化妆。多新鲜，得化妆。专业啊。哎，对了，我去拿凳。什么都没有的还不得化化妆吗？对不对？给他俩一人加一段，您别着急啊，我给你化个妆。不能作妖。您转过身来看看。好，跟您站一块儿，我都连上 WiFi 了。连什么 WiFi？ 您怎么着？路由器也是怎么着？您这不路由，你看就没看过戏吧？谁？这不杨四郎那冒翅吗？这不是？您这冒翅啊？哎，这冒翅吗？你看，行，多漂亮！行吧。这个椅子一边一把啊，一边一把。哎，一边一把。那个文武场呢？乐队咱没有。没有，那怎么唱？用嘴学伴奏啊！啊，用嘴来。好，没问题。您这边。哎，对。谁先来呀？啊，我得先叫您啊！啊，您先来哈。哎，开始来啊，开始。我这有点，来吧啊，开始。哎，好，来。呀，驸马，当当当当，啷个啷个当，当当当当，啷个啷个当。哥哥面前一条弯弯的河。妹妹对面唱着一支甜甜的歌，哥哥心中荡起层层的波。妹妹何时让我渡过你呀的河？有船吗？走。什么意思？怎么还有船呢？我跟
什么乱七八糟的，这都我看来个老妹儿，我就哪儿来一老妹儿啊？那个你说你的词儿，这儿没有伴奏，我这我说我说说我词儿啊啊！你这天线都歪了，你这玩意儿。说说说我词儿哈，说你的词儿，我这你还笑着说是你别嬉皮笑脸的，啊、你这是杨四郎、啊、思母心切啊，愁眉不展呀、啊，愁眉不展，对呀、啊，我得愁眉不展啊。哎哎哎，啊行，笑嘛，行行，这就可以入戏了啊，入戏了，愁眉不展，驸马，哎哎哎哎。驸马，驸马，小子少痛啊！出殡来了你？废话，你得理我说话说词儿啊！说，哦，我得理你，你得叫我啊！我叫你，来啊，来，哎，驸马来了，老妹儿，来。怎么老有老妹儿啊？你不这理你吗？不理我是公主啊，公主，我是公主，来了公主。哎，没听说过，这念白啊，公主啊，公主请坐啊，驸马请坐，请坐。哎，这几日啊，看着驸马愁眉不展，莫非说有什么心事吗？啊。至今呢、啊、直播间内无有大哥在刷礼物。是的。我说你怎么老惦记直播呢？我就这点愁事儿，没别的事儿了。不是这词儿。不是这词儿，你是这词儿吗？等会儿我把天线插上，要我收不着信号。是这词儿吗？什么词儿？本宫无有什么心事，公主莫要多疑啊！就这词老词儿嘛，对呀，知道这老词啊。本宫无有什么心事，心公主别瞎寻思，天天的。哎呀，有什么心事说出来，大家与你做主啊！此话当真？当真？我跟你说呀，这你干什么你？说悄悄话啊！废话，我这秘密，秘密也得说词儿啊，让他们听见怎么办呢？大大方方说出来。说什么词儿？哎，纸，怎么你这不会呀？是怎么着？谁不会？我大使，我能不会吗？大使你会说呀？恍惚了，他又恍惚了。你提回去，只怕公主泄露消息。哦哦，哎，不就这？啊，只怕公，我就怕你那嘴跟棉裤腰似的，你叭叭你都给人说了，你说我这点秘密你还念白、哎、走漏消息啊，这么说莫非还要咱家起个誓吗？那可不咋的。什么叫咋的呀？不是正啊，正是哈、啊、巧了，我们番邦女子就不会起誓。哈，不会那就罢了。哎，你回啊，回来，怎么了？这驸马怎么那么随和呀？不是，废话，不会就罢了。你上我这儿听秘密来？好家伙，还求着你，什么人呢？呵，呸！是这剧情吗？那是你得教公主啊，我来教你 啊，皇天在上。走了，别说，把我这点词儿全说了，一会儿我说了人听着不新鲜了怎么办呢？那、啊、行，你说啊，我来教导公主啊，您讲。皇天在上，后土在下，嗯，你我二人今日在此结拜为异姓兄弟，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。